蛮紧张的，我觉得我有人群恐惧症。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很 crazy 吧，可是我们很好玩。我们会穿着非常可爱的泳裤，然后来欢迎大家。我一点都不紧张，因为好身材就是要给大家看。因为如果自己一个人穿泳装走在路上很奇怪，可是一群人都穿泳走路上的话，没有穿泳装的人才奇怪。你看他，你把那人路上是什么？探索乐园。身上的是什么？娃娃。玩累了还可以住哪里？乌龙大饭店。八月十八 ，Ango。海王子。先发赛在立宝乐园马拉湾等你啊！阳光。